日本的零食究竟有多好吃？今天给大家介绍几款在超市就能买得到的小零食。喜欢吃辣的宝贝们一定要尝尝这一款。一闻，哇，全都是辣椒的味道。又香又脆，特别好吃。特别喜欢吃那个，这叫派吗？还是叫饼干？它这个上面有葡萄干，然后饼干的部分是浸泡了洋酒，酸和甜的部分完美的结合了，吃起来一点都不腻。特别迷恋上的一个巧克力，这个是我最近一直在吃的草莓夹心巧克力。草莓酱还能拉丝呢，日本人究竟有多爱这款薯条呢？它居然有100种口味，就追剧的时候特别好，我觉得。又到了我最爱的抹茶环节，这个抹茶蛋糕早上搭配牛奶非常好吃，淡淡的抹茶的香味。哇，这款焦糖玉米脆片百吃不腻，里面还有花生豆呢。芝士薯片，看越放越甜。这个牛河的水果真好吃。再给大家推荐两款我特别爱吃的薯片，一个是海苔味的，一个是梅子味的。有喜欢吃软糖的宝贝们吗？这一款我真的特别特别推荐。然后它那个糖又很脆，又软又脆的一个食。来日本买软糖，不知道买一家的话，就买 PR2 的闺蜜。他们家基本上都不会踩雷，酸甜甜的，真的特别好吃。这个北海道奶糖味道特别的浓厚，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。这都是我推荐的软糖哦，大家最想吃哪一款呢？